点开精彩 APP。然后点到控制页面，然后点击连接，看设备已经连接上，我们可以测试第一项功能，凯格尔训练，点击开始，然后点击播放，现在就可以进行语音导。如果不想这么快，就点跳过语音，它就会进行类似于快进。开始，吸气开始就马达震动。好，然后是手绘模式，点击进去，我们这边就可以任意的去对它进行控制，然后点击循环，就可以绘完之后，它就一直按这个循环模式进行震动。好，还有一个悬停，下面是低，上面是高，逐渐加强。这边也可以松开双手。下面是音乐模式，进入，然后已经在手机里面导好的歌曲。可以进行下一曲。可以返回。进入影院模式，然后也是从手机里面导来的，就是视频元件。只要带有音频的，好，下一个是声控模式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只要有声音，马达就可以进行震动。然后是内置波形，最后一项是摇一摇功能，只要摇动手机，跳蛋就可以进行震动。OK。